十月三十日，天宇飞扬第二季《中国好声音》全国巡演在京正式启动。第二季《好声音》16强集结亮相，以一首《龙的传人》正式吹响巡演号角。姚贝娜因为工作在身，缺席活动，在现场依然话题不断。近日，网络上爆出一组侯磊和姚贝娜亲密同入酒店的照片，疑似两人恋情曝光。而当天的发布会上，在现场互赠玫瑰、寻找同台搭档的环节，主持人也不忘调侃两人恋情。看来这段扑朔迷离的姐弟恋并非空穴来风。侯磊，你的给谁呢？今天有人没来是吧？今天谁没来？今天姚贝娜没来哈。啊，就是姚贝娜没来就给萱萱了，什么意思？啊，没，我就问，不问。啊，那这一次是特别期待和萱萱能合作一下。啊，那好，那你跟萱萱合作之前，用不要给姚贝娜打电话请示一下？休息啊，哎，别脸别红。说点别的行吗？火爆一下的音乐选秀节目《中国好声音》与《快乐男声》让电视机前的观众看得目不暇接，而离开了比赛的舞台，两档节目的 PK 战却依然在延续。据悉，此次《好声音》巡演将与《快乐男》全国巡演再次正面交锋，不一样的演唱会，不同的视听享受，萝卜白菜哪个才是观众最爱呢？我觉得我们的票应该会也卖光，就是早就卖光了吧。反正我觉得两个不同的节目。有两个不同的受众群体，然后我们就是把我们自己的歌唱好，听我们唱歌的这些观众朋友们，他们满意，他们开心，然后他们能得到就是精神上也好。